纳须高原林斗狗飞林斗湖啦，然后 family 牧场，然后现在在放烟火，所以大家都知道为什么我要花 2.5 小时从东京开来这边吧。除了泡蜜汤之外，就是要看烟火。今天只有这里有，那我不会像其他人一样都跑去京都人挤人，神经病啊！我最讨厌人挤人的，再漂亮都不要去挤。你看纳须这里，凉爽不热，空旷，高原地形，又有蜜汤，又可以看烟火。好，先录好这一段哦，我等一下再录第二段。